佐藤教授，谢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对您进行这个访谈。我就想接下来请你跟我们谈一谈您的学识历程，您的一些经验，然后包括给这个年轻朋友的一些建议，一些忠告。是不是可以我们先从头开始，就是从您的求学历程开始。我在以前的访谈看到您在这个成长求学过程中，其实有一些很跟别人很不一样的经历，这个家庭环境的原因，所以您有一些很丰富很不同的经验，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您觉得您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历程，对您后来选择做这个中国哲学研究，您觉得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谢谢，谢谢观众，谢谢黄老师。我看看，就是我自己现在就是说做这些中国哲学汉学这方面的研究的一些渊源吧。那从小时候看的话，我觉得还是现在想的还是时代潮流的影响比较大，考的都是政治方面。那进政治读政治的时候，也是当时所谓国际化的时代，所以我们读的也是国际政治。那国际政治加上当时是85年前后，就所谓亚洲的民主化。那亚洲的民主化里面，我们就是大学部的时候就跟很多同学的讨论，还有一些就是怎么支持民主化啦，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经验。然后特别就是在大二到大三的时候，就决定就去韩国一年，就学韩文。原来是学韩文的过程，但是就是去了就那一年就1987年是正好就是韩国民主化的最就说起点的吧，就是总统直选的这样的一个有很多就是很强的这个一个民主化的这样的脉络里面，又有就是我大四的时候有天安门事件，然后再来就是所谓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化，就是中正纪念堂就学生们就说静坐的那等等的这个经历之后，开始就是儒家思想，就是说推动亚洲的这样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政治活动的来源，是不是儒家思想有关系？那我刚刚说潮流的影响很大，就是那儒家的我为什么说儒家的影响是很大？这个也是当时的一种潮流，就是在日本政府也推广就是儒家的研究啊，当然就是在80年代就是说很流行的讨论，就是说对那个韦伯的那种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和那个资本主义的这个起源的讨论哦，就是说受到这个各界的这个东亚的学者的批评嘛。好，刚才您提到有几本著作对您影响比较大，除了韦伯的这个经典的著作以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举几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对，就是中文学界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经济宗教伦理与商业精神》那本书，刚好我大概有毕业的那一段就有日文翻译，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一个启发。还有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就是加地森行先生的这个论儒教，这个也是中文版的名字，就是说那个他就是说把儒家的起源就是孝的这样的思想的一种展开来是掌握的一本著作。那这本对日本学界的或者是读书界的影响很大，而且是个很容易读的一本书，
所以大概我就看了那两本书，进台大之后就因为当时我原来也没有什么那个中国古典的训练，所以就其实是一进这个台大政研所之后，就是从大概45斤的还有诸子百家的浓度的还有相关的比较基础性的研究一本一本就读了，然后都读了大概2年多就这样子就大概写了孟子方面的这个硕士论文的毕业。对，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您刚才提到在您开始求学的这段时间刚好是这个亚洲四小龙的这个崛起，然后在中国大陆也有这个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89年来到一个转折点，所以刚好见证了这些很巨大的变化，那所以其实您的这个学术兴趣，好像是跟这个现实环境的这个社会啊政治上的变迁其实是很有息息相关的。对，那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再多说一下，就是怎么从这样的一个起点，从这样的兴趣的产生，然后一步一步走上这个中国哲学啊中国思想的研究呢？我们像我刚刚所说的，连论语的内容也是不是那么懂，大概大学部的时候就大概用日文翻译而已，所以我觉得是从论语开始，大概是论语开始，然后有关论语的很多研究，然后再来是孟子，然后写论文的就是才看孟子，然后再来就是说《左传》还有《诗经》《尚书》《西经》是比较难，所以就是大概看翻译就过去了。这个是为了就是这个是 日文的。对，当然是有原文，但是就是我的理解是，当然是有那个日本的那个注解来理解。不基本上就是一步步从古代文献就一步步读，然后一方面就是在学尽量把自己关在学术的环境里面，就是发展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像您对这个古代经典的这个阅读啊，是读相对独立进行的吗？就是是自修的吗？因为我在想，可能您的这个在政治系的老师，他们可能在这方面只有一些有限的这个指导，所以是不是很多都是您自己自学然后自修？对，可以这么说。主要是我是毕竟是我的目标是思想的意义，所以就是说某一段句子里面的这个词吧，那种字或者是词或者是句子的正确的意义，这个是我就完全是交给那个文献学家或者是更前面的声音学家文字学家古文字学家。那再来说文献学家说大概一段一段写的意思，就是大概这个文段里面就讲这样的内容的话，但是这个不等于就是说就说厘清这个里面的思想是谈什么问题，譬如说谈什么问题，或者是对当时什么样的论述议论或是 discourse 的一些回应，或者是进一步的那个开展等等，这些我觉得是大概90年代的中国思想的研究。近代的话可能略略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古代的部分是比较所谓思想研究，我觉得非常的过于简单的，就是说看了论语，然后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说大家都所知道的这个历史背景来，就是孔子是种这样的话，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宋明理学的观点，或者是当代新儒家的观点来，就是说赞扬一些孔子啊、孟子的这个思想意义，那或者是相反的，就批评荀子或那个韩非子的，我就一直思考这一段话，或者是这一篇的那个思想是对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
那后面有对有什么样的这个一个论辩或者是思想的展开，就会有意义。从这样的方面就一直都读。是是，也许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话题就请您再谈一谈您的这个后来实际做的研究的这个的这个取径啊，您的方法啊，因为就像我们先前谈到的，您在研究中对这个过去学者，不管是中国的或者日本的或者其他地区的都有这个很全面的甚至是带有批判性的回顾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由您自己展开的这个新的研究，所以是不是可以就以您的研究跟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我自己的学术的心得的方式是大概有两个重点的感觉。第一个是几乎所有的一个我的研究，就说开头的时候尽量就是比较多样的一个过去研究的相关成果，尽量而且是比较这个系统的收集，然后呢不只是收集，而且就是说由我的一些观点呢就先梳理一下一个为什么这些前面的研究，当然这有很多贡献，但是在哪里就比较不够的地方，所以就是把这个二十篇的比如说按照时代或是按照问题意识来就是再整理整理，然后就是说大概是最新的或者是问题意识上就最深的一些著作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先讲述一下到我就说开始展开之前的这个我所关注的问题的一个看法。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的观念史或者是概念史，就是对看文本的时候就是比较有关注几个核心概念，就有先锁定，那锁定之后能够收集的尽量全部的资料的用法来分析，把用法分析那比如说我的博士研究，所以就是我的一个关注是荀子的礼嘛，我们当时用的是那个哈佛燕京的索引，那个哈佛这个燕京的索引里面的礼字全部都是先引用，全部都是引用出来，然后我就说把引用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对着跟文本就对着，然后就是说这个理智的意义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好比较有不一样的，还是这个是几句什么通假什么的，就有些就思想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或者是比较深刻的意义的一些用法，那大概有这样子就是说反复的是分析之后大概是开始看见就有一些有意义的一些用法，就再来 就比较来看分析看看是再看别的文献，所以这样子就一步步过到分析，就看开始能不能做 contextualize， 能不能脉络化，那看看按照这个脉络化成功的程度来我自己论文的写的一些满意度，就大概就是说这样子 contextualization 的一个成功的程度来决定，完全也有还有有些就是说做了分析之后什么样的这个一个心态是没有出现，那就放在抽屉里面了。那么对于您今后的这个研究课题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些预告我们先前谈到就是或许在这个学术史方面的研究会多做一些工作就是说被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人士就被拉到这个圈子去的这个就是就是近代日本的这样的思想史脉络里面带有一些思想研究，那这个契机是有一个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知识分子叫做井上元了，井上元了就设立一个哲学馆这样的这个一个私立的学校，后来他转换成哲学馆大学，那这个哲学馆大学现在的东洋大学，那这个东洋大学呢
就是说这大概二三十年，就是说要全面展开，像那个庆应大学就是说推动福泽书籍的研究一样，那东洋大学是推动景象原料的研究。那个时候呢，我偶然发现，景象原料的东京大学的这个毕业论文竟然是荀子，就有跟东洋大学的交流的机会，就去他们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他们真的是就说真的是有备而来，有备而来的意思是说知道我访问，那其实呢，东洋大学的很多就是研究景象原料的人，他们也是很懊恼，为什么景象原料就是选荀子，所以就是我还是有写一篇文章、两篇文章来回馈他们，但是呢，这个过程，给我是还一个现在当代东亚近代思想史所忽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当然传统的经学和就是说近代以后的汉学，就是有当然是。我们也知道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大概1880年到大概1900左右的一个思想的环境来看，很有趣的，传统的这个汉学的经学的这样的语言，就是或是这样的信心是一直都没有变。德川时代、江户时代末年的儒家，孔子是伟大的，在明治时代末年到大正时代的比较新的知识分子也是崇拜孔子的，这样的这个心是一样的。在传统的时代，就因为是有经学的系统，就学的话自然而然是孔子是圣人嘛。但是呢，明治之后的知识分子是透过哲学来说伦理学或者是一种 morality 的呈现等等的，这样的满满的这个一个西方的术语或者是哲学的概念来建构，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孔子是伟大的，但是呢，他是伟大的哲学家。或许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我们来到这个关于日本汉学的这个议题，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最初您是从这个政治理论啊、政治思想的背景，然后开始这个对于这些中国古典典籍的这个阅读，然后学习那我想您对这个所以是一种也许可以说是好像从外往内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许对于这个日本的这个汉学传统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跟日本在地的学者，或者是这个从一就学就有志要从事这个汉学研究的学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就是很好奇，想听听您对这个这个其实有很多相关的问题，但是我们或许就一一的来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最初也是对，或许这样说，就是最初是怎么开始这个对这些日本的这个成就很大的这些汉学著作开始他们的学习跟阅读。当然是我对日本汉学的或者是日本的中国思想相关研究相关的著作的吸收是开始从进台大政研所开始，所以这个是1990年。那很有趣，我是前面是完全是没有背景的，其实是我是国际政治系毕业，所以当然是训诂那些都没有人教我，我也是不知道到中文系修什么课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所以其实呢，当时还是我对比较容易入手的是日本的研究。然后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念在台大研究所的时候，像金谷治、纪炯忠，那些人就是说大概80年代还在，还那个创作，
所以我是大概就看书的时候呢，就是在大概金谷治他们呢，我心理上的那种老师的那种感觉，他们还在，那当然五内义雄啊，那个经典左右集大概是大概六十年代吧，大概六十年代左右就已经完全是退场了，因为毕竟是我是不在日本受训练，在我在海外的，所以我就看了金谷治当做自己的老师办的这样的成果来说看，然后呢，他的弟子其实他的弟子们比我大好几十岁，后来我就来顿。拿博士的时候，就他的弟子的时代就非常 是比较封闭，然后他们就对外来的学者就交流是完全没感兴趣。我们 generation 的一些，我毕业之后就忽然就开始认识，在比如说东京大学、大阪大学、什么名古大学的在研究生们，那他们就已经就失去活力了。然后呢，当时就说开始日本的这个一个研究生的很严重的就业问题，所以这个我自己后来就我就自己跳闸了，我就一个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主播名古北海道大阪已经在帝国大学级的中国哲学的毕业生三十个人就只有两个就业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我厘清的，然后就写文章的时候在日本学界的轰动，然后就是开始啊，就是在中国哲学研究怎么样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呢在我的 generation 的人就一线是有危机感，所以就是我就邀请到台湾来，不过主要是很讽刺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毕竟这前一个 generation 的人对我的学术可能是完全是不知道，只有知道我的名字，比我是大一点的 generation， 就是比我几岁的，那些人是对像我是很麻烦的人，就这样子，但是一些人是跟我合作，我的 generation 的日本的学者们其实是像很多人就不学不发表东西了，不发表新的学术性那个见解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的下面的generation嘛，也完全没有工作，所以看看台湾的这个就业市场是如何。之后非常幸运，因为当时的这个很多这个那个台湾的，尤其是私立大学的日语系，就要发展，要发展之后一定要有具有博士学位的。那其实是有具有博士学位的日本人就基本上就可以，所以有这样的方式大概前前后后大概将近十个人，就当然 不是全部的人，就那个中国古代哲学也有文学的也有历史的，也有一些就是因为我认识的所以还是帮忙的，但是大概七八个就是中国思想的，那还有两三个是就比较文学就观念的领域的，那就这样子大概十几个人就一下就大概前后五年就在台湾就业，那一些人就被淘汰，一些人或怎么样，但是大部分大概一半吧，一半的人就现在已经就是就当教授了。已经当教授或者是在 回日本就接了蛮重要的位置的，也有，所以这个部分是有稍微有成效，刚刚的那个日本的一个汉学转换成这个求学化的这样问题，也是我希望就是第一个还是用中文写作，那我在毕竟就是在我们的台大出版中心或者是万泉楼，或是大陆的几家出版社嘛，也有一些就是说有非常不错的一些怎么说一个共生关系吧，所以这个还是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机制来，我希望就至少在我目标是到65岁之前是9本嘛，所以现在剩下是4本。所以这个4本哦，这个有一本一本就能够这个发表出。那其中刚刚说一个就是在日本就汉学转换成
这个哲学，然后就由东洋哲学这样名称来就重新就汉学就复生，我就说复生或者是复活啊，这样的情况的专书也是我希望就其中一本，就大概能做到这样的，写到这样的一本书。不过其实是倾向原来的部分是我大概在今年年底就会出。好，就想问一下您对台湾最早的印象啊，第一次来的时候。对，其实是我在第一次来台湾是刚刚您所说的，也没有想到未来就是说在台湾工作，或者是也甚至也没有要研究那个就是汉学中国思想的研究。我记得是在大三的时候，所以1988年那一年是有那个首尔奥运的那一年。那一年是因为我就刚就说去韩国语言学习嘛，那当然是由日文来看韩文就 学的比较容易，所以我一年去韩国就已经回来的时候是韩文就已经就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进三年级的时候就非常是认真开始，就我真的是要学好中文的这样的心情来，就是说很非常一年级二年级的这个第二外文的中文是我是还不能说到懒惰，但是也普普通通的就普普通通的学习的态度。那韩文就学好了之后也有 一方面是学好的本身的也有一种小成就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点掌握到如何学好外文的这样的一个心得。所以呢我就好像是有信心，就是说大概花了两年到了毕业就可以就说某种程度能够学好中文的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在大三的88年的那个暑假，就我的一个朋友同学，他的父亲是他小时候是那个日本 Canon 的佳能的一个工展厂所以他是有一些认识那个台湾的老师，所以他那个把我介绍给一位那个台湾的这个补习班的老师。那我就一方面在那边补习班不是有很多同学们就学日语吗，然后呢寒假也有去寒假的时候就去了，大概也是大概一个多月。所以好像我大概88年到89年的那段是就有去两次。那去两次那时候那就日本第大四嘛。大四的时候我在同一个中文老师的这个一个课堂上就慢慢讲，就虽然就不是那么炫，但是就说不是那种短句的，就说那个 full sentence 的，就说自己的想法就慢慢就可以阐述出来。对，所以这个是我就觉得中文的有一些突破吧。大四最后大四的时候就也是同样是学中文的时候，刚好一个那个日本人的学长刚好就被录取的这个研究所硕士班，所以这个是一个缘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缘分不是自己决定所以如何如何的，很多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就好像有那种缘分。就是我在台大的一个三民大楼那个法学院的三民大楼楼下是有很多学生来来去去的，就和就说那个教育厅的类似教育厅的那里跟我台湾的一个当时好像就一脚大学留学的一个同学就一起就聊天的时候，就忽然就一个人就下来，然后就这个一脚大学的学生认识的所以就说打个招呼之后就他很非常心情非常高兴的样子，很嗨的样子，然后就他刚刚就考上了这个台大政研所，所以那当然是自己有搞上的是自己的心态就想要分享嘛，就听他的怎么样准备的话是能够考上台大的那个外国人的这个考试，所以就这样子就是这个我在
来来去去，大学部来来去去是在这个台湾。大学部我去的时候是一个为了学习中文的，然后留学生的时候就要读完，所以就是一个留学生的一个身份来。我觉得留学生所接触的一个社会是很小很小，80%以上都是大概是同学而已，对不对？台大的一个文化吧，台大的文化就是大家就照顾自己，反正对别人完全没感兴趣啊。我说台大的同学文化，所以像我们看起来就是说也不太优秀啊，他们也是不会主动交往的，打棒球的一个活动就有点打破，打棒球的这个一个活动机构，好像我感觉就是说他们的人群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分子 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因为我在出国之前，出国是从日本出国的时候，我是考那个国际胡润社的奖学金，所以我就大概是会去韩国了。那个是一个1990年的五月，那个五月是也是这个是那个奖学金的考试。那大概同前后就是说在台大的考试，所以我就去台大就考试的。然后呢看就是说他们的奖学金是第二年92年的三月开始，那台大如果是考上的话就是大概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就就业嘛，所以刚好就那个一年半了。所以我是在一进台大就三个学期全部的课要修完，所以非常的辛苦的。辛苦是怎么形容，就是基本上我在宿舍没有时间离开那个桌子的，当时我就跟朋友的事情是这么写，所以我基本上是在台大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每天就要赶上上课。然后呢当时的写报告就是下一个学期的大概一个礼拜要交报告，所以我是第一个学期是4门，第二个学期是5门，第三个学期是3门。所以基本上呢我是没有暑寒假的。暑寒假的意思是说在那个大概2个礼拜1个报告2个礼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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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个学期开始。那最长的是那个第三个学期结束的 那一段，因为我要去韩国嘛。所以那时候呢我要最后要去韩国的时候，就是我就背包然后反正箱子，然后就还有2个纸袋满满的那个报告的什么资料，影印的资料，就这样那个飞机的这个好像最后还是那些好的时代还放过我然后就坐飞机，然后我就到韩国。这前韩国的学姐开始啊看入学，但是我前面我印象是大概3个礼拜就写那个台大的报告，然后再来就韩那个首尔大学上课嘛，其实语言就轻松多，但是就是说台大还没有毕业啊，所以我就暑寒假就又每个学姐回台湾，然后就写那个硕士论文嘛。所以实际上是我就3年，但是前一年半就上课，后面一年半是来来去去就写。所以然后韩国是独特的那种反日的，所以这部分就有不同的辛苦。那台湾的话因为自己太这个读书方面是太辛苦了，所以好像也没有除了打棒球吃水饺喝啤酒唱卡拉OK之外就好像也没有然后又没有什么接触这个社会。所以就是对台湾社会的有一些看法是在我在就业之后，然后透过孩子来就是说看看有的没有的在台湾社会的有接触电视越来越多。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后来博士毕业以后没有来台湾也许去了日本或者是在欧洲或美国工作这个会对您后来的研究有什么影响也许就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也说不定。我想毕竟就是语言环境是很，所以当时是可能有
但是有这个缘分跟运气的话，是可能就是说我不知道，就是美国的、欧洲的，当然我毕业的时候就有应征的，那日本也有多少学校就有应征的，所以当时就是说有某一个学校是申请到的话，至少我如果是欧美或去日本的话，是可能比较不会回到中文学界的，就是在英美学界啊，英美学界就跟他们的问题意思来就一直写东西或怎么样。那日本的话就有日本的 context， 所以就是用日文写，然后日本的学界也是蛮规模很大啊，所以反正汉学是还是中文学界为还是某种角度某种程度而言，就是还是本文嘛，一种中心嘛，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反而就这样子，就用中文学界是发言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反而允许我就这样子来，就说是是，也许我们就从这里可以谈到你对未来的一些看法，就是您指导的学生，或者在台大的这个听您课的学生，不晓得您都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那然后另外就是跟这个相关，就是这些建议会不会跟您这个回到日本碰到日本的学生给他们的建议是不一样的。在台湾的一个环境来说，中文是母语嘛，所以比较难以就说让学生就说有提高他的 motivation 学外语的，但是我还是就说一个人文研究的一个环境是，我觉得是那个学外文的时候就开始具有两个以上的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就是说单一语言环境，就是这我们就大家知道的这个那个 Wittgenstein 的，就是说自己的语言环境就是自己的世界嘛，但是就是说如果是有两个不同的语言环境的话，如果是这个是自由转换的话，就其实是把你的很多原来有的思考是可以相对化，社会活动上使用上也好，学术上也好，我觉得是如果是能力和实力是允许的话，尽量就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至少就有一个外文就学好，所以我就先那个我就极力的就呼吁就年轻人就尽量就一个外文就学好，其实呢一个外文学好第二个外文是变得很容易，所以我们看看就是说很多刚我们 YouTube 看的话就很多 polyglot 对不对，多就是说能会多语言的，其实他们应该是第一个是蛮有困难的，那第二第三是已经有方法论机会就很容易，这个语言方面是我就比较呼吁的。那第二个是还是观念史概念史的一个重要性，那温习上是什么样的 discipline 都可以，不过呢我的重点是我们还是要人文的一个特色是我们还是要面对 classics 古典，那古典的话要古典的一个思想的诠释的时候就还是需要有一个学术性的工具，那我们做思想史的人呢、就说刚刚的历史理论哲学理论还有那个训诂义理，我觉得还是一点点一点点的不够，所以这个部分是还是我觉得是观念史的一种方式来，就是说一个文本里面的思想意义，就是说如果是大概是半年一年左右训练的话，就比较有自己的那个思想的写作就比较有说服力的东西。 OK， 从问题意识来看的话，就刚好就现在在中山大学是文学院是推动共生嘛，所以我也是可以考虑现在的一个硕博士班的研究生，比
比较深入一点面对共生议题，因为共生议题是如我昨天就是要展开一棒，就是绩效在过去30年日本就是影响非常非常深，现在就是日本的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个讨论意识形态价值观里 后面就有共生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的 generation 的学者如果做的话，其实是最后应该免不了就是只不过是谈自己的共生，但是就是比较年轻人，就是说研究生，其实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都可以，所以就说自己能够比较合适的自己的领域和共生的议题来就结合起来的话，我觉得大概台湾学界大概各领域大概5到10几个 有共生为一体的一些下一个 generation 的一些，当然这也是可能还是有困难，但是我就希望就是大概每个主要学校是可能会有一个两个了，像中山有一个两个，台大有一个两个，那可能就是说其他的收到这些刺激的一些周边的那个大学就是可能有一两个，不过我就觉得是应该大陆的学界大概再过10年是可能有好十几个20几个有关共生议题的博士，借以这个机缘来就稍微还是强调这个共生的重要性吧。你一直很关心这个学界的动态，然后也对这个学术研究的推动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努力，那随着现在我们这个进入这个疫情就快要结束的这个后疫情时代啊，不知道您对这个未来有什么希望，或者是有什么其实是我个人是在疫情时代大概是2年多吧，对，没错，就是说一个空间下或者是一个实际的移动下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事情。不过我自己觉得第一个要面对的是古典是即使是到哪里就可以看的嘛，对不对？然后就要写作，现在写作就基本上是带个那个一台电脑就可以做了，那这个是很讽刺的，就是也是好的，就是因为是那个 corona 的关系，就是说大家都接受就是视讯嘛。其实呢，我自己是视讯上课开会，是我2015年左右就已经开始用 Skype 来做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学校义务性的就要那个视讯的上课。我们是我说人文呢，人文就是即使是一个人做的时间，其实更要保护自己的。我现在就是特别多的是大陆跟日本的，因为他们哦很喜欢就很多活动消息 CC 给任何所有的人。我参加的话，我的24个小时真的是没有了。所以我就昨天就开玩笑说的嘛，昨天我在演讲的时间，在中山大学的演讲的时间2点到4点，刚好是那个山东那边就有我那个提供的影片的我的报告的那个发表的时间，就是2点到4点。的就是15分内，就是说有，所以我完全是有我左东江之的这个本尊跟分身，都同时是在那个在不同的地方就出现讲话。那尤其是人文研究是跟自己和古典沉淀这个思考对话的 process 保留的是，可能反而我觉得是那个比较有关键。年轻人的呼吁就是，反而就说 SNS 啦，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啦，反而就被绑住那个比较那个深深的，好像思考写作的时间是可能就越来越小。
所以反而这个部分是就比较有，我觉得是未来就比较有担心的。这个和您一起回顾这个您的学识历程，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觉得很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么多年下来，然后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始终很坚持，然后真的是全力投入在这个以学术作为这个毕生的志向，然后很专注的、很认真的、很勤奋的在一直在做这个学术研究。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给这个，这个是给我，然后给很多年轻学生的这个的一个模范。这个听了您很多，这个我的问题也差不多要问完了，也许最后不晓得您有没有什么还也许我前面没有提到的话题，或者是您还有没有什么您会愿意主动和大家分享的？对，我很好奇，想听一下您的看法，因为您在台湾留学，然后后来又这个一直到现在都是在台湾教书嘛，所以同时具备这个学生老师的这个两个身份，那对于海外的留学生，不管是日本的或者是其他地区的同学，有志来台湾学习，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有什么这方面的想法？好，首先就是比较一个我自己经验的比较跟别人其他的学者或者是大部分的人文研究者的比较不同的部分是，或者是所谓国际经验是，大概是有两个，大概自己的母语、自己的出生的一个文化或国家背景，来一个留学的回来了，或者是在当地生根，所以这个大概有 bilateral 的那种。那我自己是觉得是我好像是我自己一个，我自己也是还不知道，就是学语言越多越好吗？就是在语言的这个学习哦，就是说从第一个外语的学习，第二个外语的，第三个外语，第四个外语，这样的效果其实是像经济学的那个边际那个效果的教科的这个递减的这样的这个法则，经济学的，所以就说第一个东西就吃的是很有满意，第二个也满意，第三个、第四个就越多越小的这样的效用，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是我基本上是有四个环境嘛，那写作也是用四种语言来做。但是比如说我现在还是自问，我为了就写韩文就花了一年多，然后就在首尔大学就读研究所，大概两年多嘛，两年多，所以就是我这人生还是花了大概三年多的时间，然后就研究了，写了就是一本韩国留学的一个硕士论文，这也是已经二十多年前嘛。那这个经验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的学术的有些帮助，明显的我的 career 来说，我的经历来说，这个三年是有的没有是可能比较没有关系的，但是我的人生来说，说我看那个韩国相关的新闻啊，这些都有从韩国立场就会有体会，所以这个是对人生来说也许很重要，但是我的学术的 career 上好像是也没有关系。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是根本还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社会，对我来说当时啊最难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阅读里面最难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比如说那种时报周刊的那种有的没有的八卦的文章，但是有天下的那种记者就好像比较有条理，但是经济学的课本是最简单的，
那再来就是《天下》杂志还可以看，但是《时报周刊》那些都完全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当时我就说能够台湾社会的一个对政治本身，因为十年就做那个政治系的学生嘛，所以呢，好像我就在回家是累的时候就反思，就在那个有线电视有那个政论节目啊。政论节目好像是变成我的一段时间的娱乐，略略就成为好像是在台湾的这个社会一份子，然后呢，相对的是渐渐这个渐渐就说疏远这个那个日本的，但日本的那个新闻的，像日本的那个那个《周报》期刊的这种类似的杂志，我100%看得懂，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已经就这些新闻是遥远了，遥远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是好像是已经在一个台湾的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怎么说 social intellectual basis 的历程来。是台湾的中国哲学的学术，或者是未来，或者是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出路等等，越来越有这样子的心情。所以现在我的境界是好像是有点是因为语言环境也是有基本上有四个就融合在一起，然后就是有这样的台湾的立场来，比如说看日本的电影。比如说我昨天就聊到这个最近就流行的 Drive My Car， 有一个电影是日本的电影，但是这个是从台湾观众的那个视角角度来，就是说跟我的朋友们就讨论这个电影的。但是就是我每次跟朋友们讲嘛，然后就人家就把我当作那个日本人，从日本来的。但是我那个第二句话，我没有特别日本的。就我就比较愿意说你是东亚人，所以这个是可以，好像是今天的可以就一个我的总结，谢谢，好的，我想我们对也占用了你很多时间，很感谢您为我们做这个访谈，给了我，还有给了很多青年朋友很多很好的建议，再次谢谢您，是不是我们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好，谢谢黄老师，谢谢观众，谢谢。